哦，听说你们这儿什么都能种出来，可以帮我种双翅膀吗？哦，种翅膀？爸爸妈妈都到很远的地方打工了，我想去看看他们。要是能长出翅膀，我就可以飞过去了。这个，求求你，试试看吧，不一定种得出来。对，就是这样，把心愿种进去，等待着它。哇，长得这么迅速，看来你很期待呢。是个大气球啊，说不定可以带你去想去的地方啊。太好了。哇，没事没事，我们再试一次。哇，这次是个飞机呢。要飞了要飞了。别哭，再试一次再试一次。这是个什么呀？哦，这个我知道，是邮票。耶，我可以去见爸爸妈妈了。你这么突然跑过去，要怎么跟他们说呢？我会说，在他们看不见的时候，我已经长大了。